美嫔妃张嘉倪2015年和老公买超结婚，原本以为小两口会幸福甜蜜一辈子，结果没想到日前买超被拍到搂妹过夜，张嘉倪也发声6个字“爱得起，放得下”，就此引发了婚变的传闻，让众多粉丝心疼不已。然而近日有消息传出，她正在与买超走离婚程序，推测张嘉倪会独自离开家庭。对此，工作室在8日发文表示不造谣、不信谣、不传谣。嘉倪正在剧组专心拍摄，请大家多关注作品，推翻了离婚的传言。然而日前张嘉倪被拍到与朋友相约聚会，一身白色高领上衣配上红尘跟朋友聊天，感觉心情似乎不受风波影响呢。